丢丢。观众们，好，来，我们往接地上的民众往后退一点哦，因为等一下炮那个炮的时候可能会喷到大家哈、哦，请大家往后退一点。啊，哪些朋友哈，阿斌去用水，谢谢你哦。我们可能请大家对后边一挂哈，后退一点哈、哦，啊，拍照的也小心一点。我们现在呢，这边呢会爆出一个安全范围，这个安全范围就是等一下我们会丢炸的地方。会丢炮炸的地方，所以请大家往后。请给玄武岛的勇士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！好，这热烈的掌声呢，今天不仅是电影《邯郸》带给大家的一个回馈，也希望呢。
跟小一有什么差别啊？之外，